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营业，神秘五金行，同心协力，然后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真正的留一份心在安平，在台南。神秘五金行，困难我来帮。很浓厚的那种情感在里面，其实是蛮感动的。每周日晚上八点，敬请锁定台视主频《神秘五金行》。本节目由玛丽莲塑身衣冠名赞助。